今天是12月24号，周日，A 股明天就要开盘了。下周 A 股会大涨吗？会反击吗？这个周末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大事，股民看了以后啊，简直是目瞪口呆，惊呆了。那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啊，看了这个以后，我估计股民都会是五味杂陈。我们的某报说，上证指数啊，涨幅。就是年均涨幅是美股的2倍，你相信吗？他是这么统计的啊，大家先看一下，到底咋回事？还有就是，在这个周末迎来了两条实质性的利好，一个是关于 RPO 的，一个是关于这个回购的。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，在这个位置。指数不景气的情况下，我们的高层宁愿减少 RPO 的这个上市这个数量，也不关闭关停大家最为什么恼火的转融通。那在背后有什么样的猫腻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我们来一一做个疏通。疏通后，大家都知道下周该怎么办，下周该怎么走，下周哪些要重视，我想大家心里都会有底了。再讲。之前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，我要提醒你啊，讲的这些技术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，勿作为依据。我们先来一一的疏通一下，这个我们的指数是美股的2倍，怎么说？他是这么说的，我们上证指数啊，成立大概30多年了，33年了这个样子啊，33年以来，我们从100点啊涨到现在的2900多，对吧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涨幅是多少倍，对吧？29倍多了，那么你平均算下来一年的这个什么复合增长大概在10.8%左右。另外还算一下美股的道琼斯指数啊，人家成立100多年了啊，从最初的几十点到现在的几万点，你看算起来它平均的年增长率大概在5.5%啊。大家看一下10.8%5.5%，哎，算起来差不多就是2倍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说法一什么一公开后啊，一发出来以后。全市场都炸锅了，股民是什么？怨声载道啊，都在骂人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其实这里的话啊，不能用单独的指数来看待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用什么？我们可以用股票数量来看，对不对？用股票数量来看，大家知道美股啊，人家一百多年了，人家美股的这个一百多年，你看一下人家道琼斯指数有多少只股票。我们30多年，我们上多少只股票？其实我们 A 股上证指数为什么从100点到现在2900多点，在30多年上了这么多？最关键的原因不是因为股票价格的上涨，股价的上涨，很多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数量的增加，对不对？其实很简单啊，我想把这个市值做起来，我想把这个指数做起来，我就多放几个新股吗？多放几个权重股吗？不就起来吗？就这么节奏啊！而且我们在放的过程中，并没有有效的退市制度啊。人家美股的话，它的退市是很完善的，所以啊，人家那个上涨是真上涨啊，人家那个上涨是真正的上涨，股价在不断的推升推高。那我们这个上涨是虚假的上涨，指数上涨了，但并不是股票的上涨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股票数量的增加，不断推升的股市。我这么一说啊，大家都明白了。所有人都清楚了，所以啊，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啊，几乎所有的股民都在骂啊，都在骂，对吧？这不是也有道理吗？这不是什么自欺欺人吗？对吧？好，这个事件，大家心里明白就知道，大家心里想清楚了就知道了。还有就是，在周末大家啊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周五啊出现崩盘的一个方向，那是谁呢？这崩盘的这个是游戏方向啊。游戏方向突然大跌，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在周五啊，这个中午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游戏新规的一些事，但是呢，导致整个盘面崩盘，有点兜不住了，对吧？结果这影响有点大呀，你看，全板块全线暴跌，跌停潮几十个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的高层在周末又做出一个回应，那就是说这个只是一个意见稿啊，暂时还没定调，那是不是会有转机呢？那下周是不是会又来了一个什么，迎来一个逆转呢？在这里啊，有朋友跟我说：“哦，先生，那我下周能不能抄底呢？”谈谈个人看法啊，就是说，游戏板块既然啊，包括这个传媒板块，既然高层在
周五能放出这样意见稿，就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有一个八九不离十的，是不是？大家有句话怎么说的？无风不起浪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么个节奏。所以哪怕他会有一些改变，有一些转机，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动。如果说在接下来行情中，就是说这个传媒也好，游戏也好，对吧？啊，在下周出现一个什么冲高的动作的话，那大家知道该怎么办了吧？啊，不用我说了吧？还有人跟我说，哎，先生，那我能不能抄底？我能不能追高啊？那我就说，除非你家里有矿啊，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说下周有利好的。在这个周末啊，终于迎来两条实质性利好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？就是 RPO 的这个事。RPO， 前面两周连续两周放了多少？大家知道，放了五个啊，放了五个，连续两周放了五支票。那么从这一周开始，他只放了两个，哎，从五到二跌了20%，感觉又跌了60%，对吧？是不是又缩小了？甚至比这个五个之前，以前是什么平均三个，那现在变两个，那也降了30%多，对吧？这么一看的话，明显的在市场如此弱势的行情下，高层把这个 RPO 的数量砍掉了。那砍掉后会不会对 A 股形成影响呢？这肯定会有影响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两周之所以出现大幅度下挫，跟这个 RPO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那么砍掉后会不会刺激 A 股的上涨呢？刺激肯定是有的，但是啊，我觉得不会特别特别的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停，对吧？按理说，在这种如此弱势的行情当中，就应该把它关停掉，把它给什么？给它给暂时性的，是吧？断掉。但是它并没有啊，还在上。主要还是原因，这里不多说了啊，前面的视频都跟大家讲过。好，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？哎，高层在如此弱势行情下，他宁愿把 RPO 给它减掉，对吧？给它减了一半还有多，那为什么就是不关掉做空呢？对吧？那大家最为想知道的是啊，因为周末有两个朋友跟我说，欧阳先生 ，RPO 减少了，是不是下周大涨了？但是这个融券做空还是没有关掉，那为什么不关掉呢？关掉融券做空不更好吗？对吧？大家都是这么想的，都这么说的。关于融券做空这个事啊，对吧？很多人都不理解。这里我总跟大家说一个事啊，就比如说啊，上市公司它 RPO 了，对不对？它 RPO 上市了，那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，很多散户跟我说，欧阳先生，我已经半年啊，我已经半年没申购了。还有人跟我说，欧阳先生，我已经一年没申购了。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，他在这个 RPO 过程中，散户都不申购了，那他这个申购的资金是谁的？申购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？其实大家现在很多人都清楚都明白。RPO 这个环节当中，很多申购的资金，现在如果说散户不申购的话，很多是什么？很多是基金接盘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基金接盘了。那么基金接盘了，那剩下就是什么？就是券商接盘的，对不对？大家记得吧？很多就是什么基金接盘的，要不就券商接盘的。散户如果说不要的话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问题了，如果你把这个转融通关掉的话，基金在高位接了盘以后，它没有转融通，没有出去的话，那你想基金它有那么多钱来接吗？接一个接两个，是不是？它必须要通过转融通，再什么，再上市，再通过交易后把它卖出去。还有就是券商也是一样的，券商它接了盘以后，它也通过什么通过卖出去。那如果你把转融通给它关掉了，基金接盘了卖不出去，也券商接盘卖不出去，那不砸到自己手里的吗？对不对？他会干这个事吗？他肯定不会干呐。他不会干的话，那你想这个 RPO 还发得出去吗？我那散户不接了，对吧？基金如果说没有这个转融通啊，他也不接了。那券商的话，他也不接了，那谁来接？那这个 RPO 不就框瓢了吗？是不是 ？RPO 不就发不出去了吗？所以这个事啊，大家心里明白就好。这才有人跟我说，哎呀，哎呀，先生，我发现一个事啊，就是这半年以来呀，我们这个发行价格啊，有些真的是太离谱了，对吧？就是股票发行价有些太离谱了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里我给大家说个事啊，因为现在是实行了这个全面注册制啊，全面注册制啊，可以是吧？可以价格可以报啊，随便报，对不对？啊，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事，我就拿券商来说啊，券商是 RPO 上市环节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啊。那么券商它是希望这个 RPO 企业的价格高还是低的？我跟大家说的是，有同学知道吗？
他知道他想这个价格高还是低，那肯定是希望它的价格高了，对吧？你价格，你哪怕你5块钱变成20块钱，变成100块钱，我都更高兴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券商要希望它的价格高？因为它价格高的话，它在什么，在发行股数不变的情况下，它可以募集的资金更多。比如说啊，它本身只想募集二十个亿的资金，对吧？本来的发行价是20块钱，结果一下子发行价变50块钱，那么它的募集的资金可能就变成50个亿了，二十亿变成50亿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吗？20变50以后，券商的这个什么？这个佣金，也就是它的发行的这个费用，它是要增加的，它是按比例增加的。你发行的这个费用啊，这个金额越高，它费用越多，它赚的越多。所以这就是证券，证券公司它恨不得你这个票啊，是吧？发100块，发的200块，甚至发的300块，价格越高，金额募集的越多，那么它拿到的钱就越多。这就是当下的一个证券。还有个就是什么？还有个就是机构基金公司啊，大家可能会发现，哎，基金公司也是报价有些报得很高，对吧？不说别的，就是前段时间的这个国祥事件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国祥事件的话，有2个公募基金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它报价超过80啊，超过80。啊，我就想啊，他们为什么敢给予这么高的一个报价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它可以在什么高位接着盘，但是这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猫腻呢？哎呀，是不是啊？这。是不是这个上市公司跟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协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里是说白了啊，都是利益驱使的啊，利益驱使的。我这边讲了，大家现在是不是都清楚了？至于后面的啊，其他的不太好讲啊，大家自己去想，自己去体会，对不对？说白了就是什么，价格越高，不管是基金也好，不管是财务也好，不管是这个券商也好，反正就是什么，利润越高啊，尤其是券商啊。价格越高，这个募集资金越多，它的这个收益越大，就这么回事啊。好，理解这些之后啊，然后我们回到一个令大家比较兴奋的问题，那就是中国石化的问题。中国石化在这个周末终于干了一件事啊，它回购的股份注销了。它虽然说注销是港股啊，但是。他已经开了一个什么？开了一个好头，对吧？规模是3.71亿股啊，H 股，那金额不是很多，也就那么几个亿，但是呢，他就开了一个好头。那后期会不会有更多的公司、更多的企业跟进来回购注销呢？这个我觉得后期啊，应该是什么？应该会有一些国企啊，是跟随的这个情况的。那我们的国企跟上这个节奏的话，对整个市场来说就是一个利好啊。这确实是一个实质性的利好，但是从周末各方面的反应来看，感觉大家也并不买账啊，对吧？那是中国石化的话，这么低，这么大的一个盘，你注销这个几个亿也问题不大，对不对？这有点有人说这个是什么？有人说这个是面子工程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它确实开了一个好头。从近期市场的走势来看啊，我觉得下周的 A 股啊，其实不应该过于悲观的啊，朋友们。在下周的这个情况当中，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反弹的概率是越来越高的，所以啊，朋友们在操作上面要保持一个理性。当然啊，想要大涨的话，我也觉得短期也是很难的啊，也是很难的。因为在周末的话，同样也出现利空了，证券板块利空，对吧？证券板块出什么利空呢？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减持的利空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重组啊，开始又什么又不太明朗了，对不对？但不管怎么说啊。在当下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位置啊，确实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了，所以大家也没必要在这个位置再去盲目的割肉了啊，是吧？没有票的可以适当的考虑啊，在这个位置去做个博弈。那有票的这个位置盲目去割肉也不是太靠啊，不是太那个的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从周五的这个行情来看啊，我觉得大家需要注意的重点在哪里呢？还有就是大家知道，在周末啊，国外市场的话啊，包括一些股票市场又发生了一些好多的事啊，就比如说啊，大家知道了这个 PK 材料在周五的话为什么要涨那么多，对吧？这个跟谁有关？就是跟这个特斯拉公司啊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做了什么机器人这个方向，这个材料的话啊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突破机会。那么我们的相关的板块、相关的一些概念股是不是也会迎来机会呢？其实，在前面一段时间我一直强调过啊，我们现在。
整个全国乃至全世界他们都在搞的就是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，一个是 AR， 对不对？ AR 的话就是我们人工智能啊，机器人方向这一块，现在大家都在往这方面发展，这个是一个重心。那围绕着 AR 相关的一些板块必然会成为一个什么风口。所以有句话怎么说的，风来了诸多能上树，我们就必须是吧盯紧了这个风口。现在应该都是围绕着 AR 这个方向在转的啊。其实 AR 也是属于什么，属于科技类的范畴，所以科技毫无疑问成为这个市场的一个绝对的主心啊。可能很多朋友会说，哎呀，哎，现在前段时间科技涨得比较多了， AR 涨得多了，华为概念涨得多了，那涨多了它就会跌呀，跌多了它就会涨完，对不对？它就你看华为也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华为概念的话，它近期是不是出现一个明显的调整啊？是不是？大家看一下它一个走势啊，大家看华为概念在近期是不是出现明显调整？那么调整后不又是什么？不又是大家一个低位的一个好的时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朋友们在操作上面你要注意这个细节啊，对吧？你看啊，它涨了。你看经常从高位掉下来，哪怕掉了低位了，不就是给大家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吗？所以大家要把握好这些细节，把握好这些变化，你只能跟上市场的节奏啊，跟上资金的一个动作，你才能够有机会获利，才能有机会什么吃肉喝汤。对于当下的股市行情来说啊，对于普通股民啊，尤其是散户朋友们啊，我觉得大家是要注意的啊，不要盲目的再割肉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去割肉的话，很有可能错过啊年底的反弹行情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在盘中如果你的板块啊、你的票突然急拉的时候啊，你也不要慌，也不要急，也不要忙着加仓啊。往往很多情况下加仓都是错的啊。像周五的这个情况就是对的，就是错的，对不对？周五的话，我记得在上午的时候啊，有人就问我说：“哎呀，哎呀，先生啊，这个是吧？涨起来了。”周四一涨，周五涨，是不是大反弹来了？我在这里能不能满仓啊？如果你在这个位置满仓的，在周五这里一波跳水杀下来，我估计你心里啥味道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中国股市就是这样子，对吧？能够啊，把握方向的并不是市场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的股市啊，把握方向不是市场，其实就是他们高层想要你涨，他就涨；高层想要你跌，就会跌。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？好，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。